大家好，今天跟各位介绍这四个字的拆法。我们从“诗”开始。那第一笔是撇角，那剩下的部分呢，我们取头尾三，然后最后一笔是一，三一。啊，这里有“诗”。啊，楚的话呢，虎字头上面是第一笔三，最后一笔二，所以我们取三二。啊，这里楚。好，再来香的话，左边是八木，然后右边的木我们是取七。好，再来火的话，三点水三八，再来是撇，好，这里火。好，青的话呢，是我们取立木六一，然后四八，好青。那海的话，三点水三八，再来是九一，这里海。啊，电的话呢，我们先取雨，雨它本身是一个字根，第一笔一，最后两点八，所以是一八。好，这里有电。好，母的话呢，外面这个框框我们先取，它是由二逆弯跟五顺弯，二五组成。好，这里有母。然后果的话，上面零一我们先取，零一取完再取木，木的话是四八。阿果，啊，立的话本身是一个字根，我们取六一。啊，接下来我会拆全码的部分。诗的话，第一笔撇，接下来是三一，再来是一横一。那我们已经取三个字根了，最后是中间的三。好，这是诗。好，楚的话，虎字头，上面是三二，再来是九八。是例外的。那最后一个逆弯二，楚。好，再来香的话呢，就是四八木跟七。好，火的话三点水三八，再来是一撇，接下来正叫四，最后是一个零口火。好，青的话呢，左边立六一木四八，然后再来是一个。木，我们放在七，最后逆弯二，青。啊，海的话三点水三八，在的话是九一。接下来母的话呢，我们是先取二五。那最后呢，中间一横，然后六六，我们取一六。海。啊，再来电的话，雨我们是取一八。那接下来下面的部分，我们是先写零一。最后一个逆弯二，电。啊，母的话刚刚有讲过了，那就是二五，然后一六母。啊，再来果的话，我们是先写零一，然后再写木四八。那立本身是一个字根，六一。啊，以上是这十个字的讲。